我相信常建的，他肯定能把飞机给开回来。请您相信我们受过专业的训练，有信心、有能力保证您的安全。飞机在转，快点往回开！我们需要您的信任。飞人四川8633，我叫不到他了。从飞行员到乘务员，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了日复一日的训练，就是为了能保证大家的安全。这也是我们这些人为什么在这架飞机上的意义。请相信我们的机长，我们会一起回去。